接到通知，明天我们这一片区停一天一宿的水。这不昨天上山，我妈整的那些婆婆里边，赶紧把它都抄上去了，要不废了。晚上回家也没时间，一会儿我们还得上山。一天一宿吗？嗯，早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。啊？这还有个不知情的。不是，我以为一天呢。一天啥？二十四小时怎么算？那、哎、不行，我得走，我得回家准备准备啊。那你囤水吧，你这还出些事儿。我以为是到晚上就完事儿了呢。哎，这玩意是不是焯烫一下就完事儿啊？嗯，行，就完事儿了是吧？我一会儿还得出去买点一次性口袋，俺家没有口袋了，挨个分批冻啊。早说呀，俺家有那个自封袋儿。对，我刚想说。走马后炮。你看这水池子里还吸了一点，太多了，真的。还没有口袋呀、啊？你有没有口袋？你提供口袋，自己装点。我装盆儿走行不行？不行。我明天给你送。不行。盆不想让你明天来。为什么啊？你来蹭饭咋整啊？我今天就是蹭饭点来的嘛，我来了已经一个小时了。这个口袋干净。姐，咱们吃饭吗？今天就怕你说我蹭饭，吓得我都不敢。怎么了又？没事，你吃不吃饭？我等着也可以。一会儿给你煮个面吧，不行。我不想吃，不想吃面，别吃，回家吃包丁。是是的，包丁也行。哎，你家天天那炸鸡，你是不是坐那没事就啃呢？吃啊！刘一平同学家的这个夜市儿扩展了，晚上回家也吃。原先有个那个什么爆米花果汁儿，然后冰粥，现在呢加了那个酸小丸子，然后又整出了个炸鸡，还有蛋卷，还有炸蘑菇。嗯，是吧？还有炸蘑菇呢！妈呀！那天去要给我炸一份儿。你早说呀，哪天我去吃去。明天吧，明天去吧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就去。行，晚上就去。刚老公多整点啊，行。这锅有点小，一次性就焯的不多，要整大闷罐就好了。嗯，把你都整出来。咱妈说了，这是最后一次她挖了，再挖就是秋天了。我说了，你别说最后一次了，那个你总是黄暴军警。你看碰到好的，肯定还得挖。嗯，这我没跟上去都挖这些。他自己你看没十多鞋都给咱们了，这水池子里头还满满登登的呢，你看摁不下去。我们一般就是挖完了给它宰干净，回来头洗一下，放锅里这样焯烫完，一袋一袋的冻起来，留着到时候炖牛肉，非常方便。所以经常会收到好多朋友的质疑，就认为我们挖这么多菜能吃得了吗？一是我们要分给别人，二是就是都焯烫好了放冰箱里冻着，像冬天我们也能吃到。就是你除了去炖牛肉之外呢，炖别的菜也行。我整来一下。嗯，不用我整就行了。其实这玩意儿老麻烦了啊，你挖的时候麻烦，完了清理也麻烦，洗也麻烦，烫完再投。对，烫之前洗，然后烫完再洗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，就是以前你忘了你回家坐火车，咱俩同时坐过火车，想不想起来？他坐火车上牡丹江去看我去，然后呢，你回家地方正好路过。李自明一个，我一个，你一个，咱们仨坐的硬座，坐的火车。有他来给我带的鸭脖在延吉，到那都酸了。2009年吧，十多年了，2009年没有呢。那个你好像是坐几个小时了的，然后你坐的那个火车到那个站之后，火车又往回返了，没往回返，往回返，我记得老清楚了。哪能往回走？谁到那记错了？那他直着往那边去了，不可能是往回返，是吗？然后我记得那个我是坐的硬座，都给我困完了。然后那个小李子他说，咱俩就换一个那个卧铺，换了吧？没换，没换吗？他说去给我换一个去。然后我的印象当中就觉得坐卧铺可贵可贵的，我要省钱，然后我就没去。我们俩一直坐到那儿。哎呀，以前我们可会过了。那处对象的时候怎么不使劲花的钱呢？还给他省。你傻呗，真是。那时候反正条件也都不太好。对呀、啊，其实就是为了省钱。坐大客多少钱？好像30来块钱。咱们仨一起约坐火车。嗯、哎呀，姐那时候可好了。虽然说现在条件好了，但是还挺怀念那种苦日子的啊、嗯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咱们仨啥时候坐火车上牡丹江一趟啊？好啊，十多年没去了。
我就跟他去那一回，咱们几个去那个翼龙吗？对，翼龙水上乐园那时候咱们这边没有，梦琪、梦瑶还。那么点儿了咱几去，四点多起来的上天河那嘎集合，然后坐那个大巴去的，我的天哪，我现在都发烧了太冷了，晚上还冷，你说、哎呀妈呀，约定好了咱啥去啊，行、咱啥去上那吃一顿完咱啥回来杨国府记不记投了好几遍了，这是最后一遍，然后把它搓成团儿，这样好重，一团一团的重，这一团也不老少呢。嗯，本来我寻思去买一次性口的呢，但是还需要时间，留一瓶要回家了，就拿这个一次性保鲜膜给套上了，放在袋里行吗？行，我家像个大饭团儿。我压一会儿，我压一会儿，你家你自己再整，来，我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今天饭没混上哈，给打包点走。改天你吱声啊，完了给你整点好的，咱包饺子。我也得干活，包饺子啥馅儿呢？韭菜鸡蛋虾仁，三鲜，行吗？行，我提前给你打电话，你先包啊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